个太沉了。没有啊，我们用地板。那个童子像不要了呢。童子像不要，给我留一个，等会儿肯定要丢东西。给我留俩吧。给我留俩，我等会儿要修，我先把这个弄完了，等会儿再弄。这个箱子给我留俩，我到时候看看还要丢东西。
我在直播。稍等。好。哇。天。我这有个柜子，买了很久了，然后我才刚看到，居然潮了，然后发霉了，我的天呐，好吓人。我的妈呀。我怎么感觉上次搬家也没看到有这么吓人。拿块。没有，这是我的老柜子了。拿块抹布擦一擦。对啊，广州是真的好潮湿啊。有点过于暴力了。唉。所以。唉。可以了。铺了两条地板了。然后再铺下一层的防潮垫，然后再铺下面的地板。按照这个进度，我今晚12点能把它做完吗？主要是不把它铺完的话，外面东西进不来，所以得赶紧把它铺完比较好。哎呀，这个缝差那么一截。早知道我把它弄出来一点儿，算了，就这样我这个防潮垫也铺的是马马虎虎。好随缘啊。也不想弄得有多好。至少不要是这个地板就好了。我不喜欢这个地板。这个地板地上有水的话会很打滑。要多少。哎呀，把我的美工刀拿过来。哎呀，我的工具刀。嘿。哎。我来擦。那个。等会儿我下去拿饭去。哎呀，好累。我今天也至少要把床这部分的给铺满。哇，还有蚊子。广州绝了。反应问题。哇，好热。
一块地板。好无聊，没有音乐，我也不想开始，我想把电脑拿出来。就这样干着吧。干巴巴的也挺好。可以，这块非常的贴。啊，再去拿地板。这灰色有没有很好看？我觉得这灰色好好看啊，特别搭我黑色的床。我房间主题颜色可能就是黑灰红，加点儿白，黑灰红白这几个颜色可能会在这房间占比最多。好热。哎，这块美色不好安。
企业，这个企业没事儿也随缘吧。崩溃。溃。诶，这齐了吗？我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嗯，这齐了。这样还是有点儿晃。为什么？那我要把头发扎起来，这玩意儿扎头发。麻烦死了，麻烦死了，我还不如买别的呢。唉，我完了。啥玩意儿？
地板。我觉得我想看一下。